哎，怎么回事？开个灯好不好呀？晚上好呀。今天晚上是帅哥，今天晚上我还特地让姐姐把我头发做的女人一点。晚上好。Good明明那天的头发是直的，这个头发很有弧度，居然这么都没看出，很难过。说实话很难过，说实话很受伤，真的很受伤。说实话，你们以后要更爱我一点了。在同一个房间拍摄的呀，因为都在做头发。嗯，不行。谢谢，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怎么了？不喜欢我唱歌吗？不是说喜欢我唱歌吗？原来都是说的假话。谢谢，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你，爱藏在心底。听我唱歌，难道还有特定的喜欢听我唱什么歌吗？难道不是只要是我唱的歌就都喜欢吗？身体好一点了吧？但是这两天就还是很虚弱。我去之前我吃了个泡面，因为我怕我唱不动歌，所以我吃了个泡面。仔仔，仔仔去哪儿了？仔仔很卡吗？应该不卡吧。谢谢，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你，爱藏在心底。对啊，蛋糕都出来了，大家很喜欢吃我做的蛋糕。宝贝，你去哪里？妈妈抱抱怎么了？你为什么看着妈妈就逃啊？可不能看见妈妈就逃不好，小宝贝。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你。好可怜哦，小宝，小宝好可怜啊。小宝，小宝来，小宝你来营业一下。小宝现在开始是布丁的直播间，
现在开始是我们不小丁的直播间，我们来营业一下。听我说，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现在开始是我们不小丁的直播间。我们不小丁，我们不小丁有粉丝的，我们不小丁有很多人是因为我才关注我妈妈的，对不对？不要小看我们不小丁哟，不小丁来，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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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我自己，我打我自己，我打我自己，我爱妈妈，对不对呀？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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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对啊，这个直播间粉丝都是我们不小丁雇来的。不小丁，不小丁，不小丁，昨天晚上布丁被赶到了。郝静怡的房间，笑死了。不小丁，我们不在以后凶一点吧，不在，不然妈妈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呀？你要这样哈，如果有猫猫哈你怎么办？你看妈妈不在，如果有猫哈你就哈，你就这样哈它，知不知道？哈，你不在以为妈妈在哈它。小宝好乖哦，小宝贝。对啊，他一直很困。你才越来越像人呢。没有人敲门啊。走吧。你走吧，妈妈这个裤子已经成毛裤了。我的妈！看到了吗？它这个掉毛真的是有点厉害极了。你今天晚上开始不许上床了，我要一个人睡觉了。不舍得，因为我刚刚又换了床单，我可不能。我要在我的床那边搞一个门，让他跨不进来。或者每一次我都，他一上床我就蹂躏他，我就小美貌，我就一直在那蹂躏他。太多毛了，我说是。我们的身上都有猫猫。都有猫猫，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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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要发那个来着，我给忘了，明天发吧，明天发吧，今天很太晚了就不发了，明天发吧。
我今天早上就是醒了之后一整天都昏昏欲睡，我就没有弄那个东西。对啊，今天这个眼妆眼线画的长了点。匆匆那年就是那等待的只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瘦了很多吗？我还觉得我胖了呢，因为我这裤子都紧了。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吃，就是感觉疫情来了之后反而会特别吃的会特别多，就没什么东西吃的时候反而会什么都想吃，就吃的特别多。我这个裤子真的紧了，所以我想开始减肥了，因为过几天不是会开始那个 solo 舞台吗？还是得瘦一点。 idol 就是要瘦。我这个唇色挺好看的，可以亮一点。我很胖很多，最近双下巴很明显的。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看到了吗？我的双下巴。水怎么突然这么卡？春风也一样美，吹进凝固的照片。我头发越来越长了，就慢慢快没有层次了。我一定要去剪头发了，求求了，让我出出门吧。小段的这个头发要撑不住了。怎么手机这么卡呀？突然，如果再见不能红着脸，是否还能红着眼？就像真的，但我不会给你们看我络腮胡的。就像那年匆促的夏，永远以及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闭上。但我有脱毛机了，我有脱毛仪，我可以自己在这儿脱毛。别担心，就这样自我把眼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脸，是否还能红着眼？就像那年匆匆的笑，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对接。不会啊，脱毛仪是不会越脱越多的，脱毛仪就是脱完之后光溜溜的。我之前就脱过我的胡子，因为我以前我刚开始化妆的时候就学他们会剃我的胡子，然后有段时间就越长越多，然后我就很震惊，我就甚至想象了我以后会不会变男人，就是那种，然后我就开始用脱毛仪，哇，现在光溜溜的。
不会啊，你剃胡子会越剃越长，但是你用脱毛仪就不会了。我脱毛仪还挺好用的嘞，真的挺好用。家用脱毛仪，我是家用脱毛仪。嗯，我后面还有这一卷。对啊，我也觉得我这个打扮很摇滚，好想，好想再唱一次《Mini Life》呀。其实我很想来一个摇滚唱。唱 Blue Roses Who，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啊啦啦啦哒啦哒哒，总是能眼看相对，在梦里哒哒哒哒哒哒给我暧昧 ，I cross to you， 你无路可退 ，I run for you because I love you forever。自由之歌也算摇滚。其实我那个 Miss D 都有点摇滚的，其实。但是这种必须得有观众，就没有观众的话会很那个啥。我也好想舞台。嗯，如果有个地下 live house 就好。如果我有个乐队就好了，对吧？在你眼里没存在感。其实浮光也是有一点点摇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喜欢唱浮光。这套想到了就叫你 baby。 哎，你们稍微等一下我好不好，我处理个事儿。你们打打牌好不好？你们现在开始打打牌，我划出去处理个事儿。哎，你们用。
一定会实现。他这个 KTV 啊，有两个镜头，有一个镜头那个柔光很强，就是柔光效果很好，有一个镜头巨丑无比，我发现了，通过这两场我发现了，有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光巨，反正就巨不好，有一个镜头光柔光效果贼好，拍出来人贼好看，有个效果拍出来巨丑。居然没看出来，我不在的日子里你怎么过的呀？我不在的日子里，你阿弟不是坠入爱河了吗？跟谁坠入爱河了？我不在的日子里，今天和你道别，何时再相见？何时才能让我室友再重演？那寂寞的眼泪，在我抹去它之前目送，一直到你走远。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哎，今天晚上状态好好，今天晚上什么状态好？你说唱歌状态很好吗？因为我今天晚上只唱这一首，我今天晚上只唱这一首，而且我彩排也没有唱，因为我那天一直在唱，就是彩排唱了，因为我的歌特别多，就是我那天开音乐会，我光唱歌的卡的就50多分钟，对不对？对，然后彩排的时候也唱了很久，然后完了之后。人又不舒服，然后自然就是正式唱的时候，就是气息啊什么都有点控制不了，然后嗓子也拉得疼。因为我想的是，就是想让大家多听一些歌嘛，就是我觉得在，就是我不知道别人粉丝什么，但我粉丝肯定是想听歌听得多一点嘛，对吧？所以我尽量就是多给大家唱一些歌。本来对，就是对我公演歌，本来选了5首，然后跟姐姐说，我说我可能到时候随便选2首放吧，什么2首3首，你唱嗨了，大家唱嗨了，对，就多唱了几首。没有玩游戏，但是也挺好了。我觉得就是多唱唱光影歌，不玩游戏也挺好的。而我自己真的有点想练公演了，说实话。耳钉很好看，不是我很久之前买的。我那天我这个又出血了，出了好多血，但是现在好像看起来好了。长得很那样明而清澈，在不舍之间等待着阳光的照射。那 KTV 不要盘了，唱的不好，盘什么盘？气息太不好了，因为人太难受了，说实话不够好，说实话还是。姐姐，你在干嘛？刘海扎眼睛，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今天的造型。今天的造型就是这样子。我咖啡全喝完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睡不着了。KTV 有特别想听的歌，特别想听的歌是什么呀？想看布丁，刚刚布丁直播的时间已经过了，现在是璇璇直播的时间。特别想听的歌是什么呀？新歌。
新进来的没看到布丁啊，那没有办法，我们布丁很大牌的，我们布丁不是想看就能看的。solo 准备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我其实不知道我 solo 选什么，我连什么风格都不知道。我其实挺想用我自己的声音，但是我自己的声音的话，就一定说我表演过的歌，怕大家没有新意。但我不是很喜欢，就是用别人的声音去做舞台，因为我老是觉得好像就没有那种我想表达的东西去出来。就可能每个人唱这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情感嘛，对吧？然后我如果想表达的话，我每次录音都会根据这个舞台的想表达的东西去做一些情感进去，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是要做以舞蹈为主的话，那就可能是不会顺畅的。我们25号之前要确定好歌，所以就是现在还在想，可以唱歌啊，但是，目前想，因为刚唱过歌，所以，而且大家很久没有看过我跳舞了，所以其实是想，因为小段不止唱歌好，小段跳舞也挺好的呢，也有不止有粉丝想看小段唱歌，也有很多粉丝想看小段跳舞的呢，好不要脸啊！你要照顾好歌粉丝，也要照顾好舞粉丝嘛，对不对？大家要端端水嘛。选歌有冲突，只要当轮不那个就行了，只要当轮不冲突就行。没事，如果出动了我就换嘛。反正我现在没想好，就像梦中的河那样明亮而清澈。不知道哎，要不我待会儿也搞一个投票吧，好不好？看看你们喜欢什么。在不舍之前等待着阳光的照射。想听说爱我，我没有钱去付这个版权。我最近很穷的，我最近编曲，我本来这首新歌本来想去找编曲的，但是我都没有发工资，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自己搁这编伴奏呢？哪儿就是用我不会的钢琴，我这点一点点。都半桶水都不剩，那一点点水搁这叮咚叮咚晃。对，贫穷使人努力倒是真的，这句话倒是真的。我自己那天编的不错呀，那是因为你们不懂，那是因为你们不懂，你们就觉得听起来还不错。是啊，然后我那天翻牌，其实我看到了，就是有可能就是想让我的作品更精进一点的朋友就给我翻牌，就是如果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能够怎么会更显得专业一点。我虽然还没有回人家，可能你现在也在看这个直播。我想说，我一开始可能做这些东西，我没有想过要往专业方向去做。如果我就是一开始想。这种东西都做得很专业再放出来的话，可能就不会去放出来了，因为我就压根就不是专业的那种类型。我就是觉得就是我自己就是就把我想表达的情感给大家就是了。如果这些目前不能被称之为作品的歌以后就是我会得到帮助要去发表它的话，我自然会请专业的人来就是看能不能够经济改善一下，就是这样子。但目前只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去有一个新的表达感情的一个途径吧。
太阳人有那么好听吗？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后期工作者，或者是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歌曲创造者，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真的觉得术业有专攻，我其实一直觉得不管是舞台设计啊也好，或者是这种歌曲后期啊也好，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制作人，我也没有必要用一个制作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我只是一个表演者，我只是一个从艺人。对，我觉得目前来说，因为可能现在除了团体的这些东西之外呢，我们很少有个人的一些作品能够给大家看。那么你像其实外面的艺人，他们会有制作人帮他们，就是我去跟你聊一下我想要表达的感情或者什么样，然后你可能会帮我创作，或者是你就直接去替我创作了，然后这个东西那我去面试的，去这个作品去问世的时候，也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感情，就这样子。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环境去这样子，但是我也有想要跟大家表达的一些东西，那就慢慢的只能是自己去做一些这种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我没有要求说我需要成为一个多专业的制作人，就歌曲制作人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就把我自己给大家就行了，就是初衷也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给大家，就是把我自己表达给大家。录了视频，明天发，因为还要制作一下。我其实，在学校学过很多东西了。但是那会儿说实话吧，没学得好，说实话没学得好，因为兼顾的东西太多了。那会儿还是选择了以工作为主，虽然每周往返飞，但是还是因为你精力有限，我兼顾的基本上是以我的主专业为主，就是我除了工作以外，我本来就是以工作为主了，就是没办法，那段时间真的压力太大了，然后公司对我要求也挺多的，然后但是那段时间其实粉丝就是希望你上学，你好好上学，就是我感觉我的粉丝还是挺为我的未来着想的，因为那会儿其实一度想要放弃学业，被我粉丝骂得很惨，真的那会儿被粉丝骂得很惨，被我妈妈骂得很惨，就在贼搞笑一件事情，就是我刚被我妈骂完，我就是很难受，没有人诉苦，我就好像是直播说了这个事儿还是什么的。我以为能从粉丝那儿得到一点慰藉，然后粉丝帮着妈妈骂我，对，然后就带着恨意，带着委屈和恨意，就是完成了我的学业，真的很惨，因为真的很辛苦，很累，很累，很累。但那段时间就是在就是不多余的精力里面，就是还是以主专业为主了。但我最近做梦，我一直梦到我在上学，就是都有阴影，就是目前我上学老师都知道我昨天晚上也是梦见我上物理课，老师都知道我是不经常去学校的那种类型，然后当着课堂给我难堪，就是这样子。
说我怎么不经常去学校，说我经常早退，我说，他说我经常早退，我说老师你可能记错了，我不是经常早退，我经常不怎么来，大家不要跟我学习啊。不要跟我学这种。对，我在梦里好拽，然后他就讲那个物理题目，然后我就一直，但是我的梦里面我一直跟着，就是我做一个笔记，我能够知道怎么做，就这样子。我现实里肯定不敢这样子，我只会很委屈，红着眼啊什么什么的，红着脸，我连哭都不敢哭。主要我们关于创作，包括后期的一些课程，是很后面才学的，是大三、大四才开始学的。那会儿就更忙了，说实话，就真的是没有学的好。我觉得大家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学，就是我自己身上的教训吧。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的学生在上学的粉丝嘛。就是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SNH48 乘以58等于多少？8864，48，32，32加6，384，48乘以5，40。48乘以5 43 5 15 19 3哎刚刚什么来着，48乘以58 88 64 48 48 48 32 32加6 384 384 48乘以5 4248乘以5 40 45 20 48乘以58540452240，哎，刚刚什么来着？再来一次，50，48乘以58，88，64，48，32，32加六，380，384，一定要记住384，48乘以5，48，40，45，20，240，364，对吧？364，48乘以5。48乘以5，40，是240，364加240，364，不对，364加2400应该是364加2400，2764，对不对？是不是2764？啊，2784？啊，2784？为什么2784？等一下。58乘以48，8864，58乘以48，不，48乘以58，8864，4832，32加六，384，48乘以58，8430，哎，不对，48乘以58不是，48乘以58，对，8540，4520，240，2400加。364，2764啊？啊，不对吗？384，48乘以58，88，64，32，对，384加2400，2784，对，2784，是吧？是不是2784？我的数学还是挺厉害的嘛，我只是背不出来啊，就是你又没有笔，又没有纸，对不对？2784，我反正我又不用那么厉害，我去买菜，我又不用去算。对不对？去买菜不用算那么久，也不用算那么多。对啊，不写在纸上容易忘掉。我团购都是写在纸上的。
果有当科学家梦想的各位小朋友，还是好好学数学的。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是要有当科学家的梦想的，中国的未来还是要靠你们的。想陪你分身，89306089306。想陪你翻山越岭，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永远不落幕的电影，让爱让我们的关系，等到我们老去，翻开所有回忆都是关于我和你。夕阳带去，月光下倒影，映出我们频率。回想未来的日子里都，我好想出去玩啊！我真的很想很想出去玩。谢谢。Listen to me, thank you.さあ、み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夜晚下倒影，映出我们频率。幻想未来的真。我们去坐那边好不好？我突然好想坐着，我突然好想有东西靠着坐着。这样子坐在这个没有靠背的椅子上好累的。好，你们现在就等一下，我把这个场景布置一姐姐，你在这干嘛？姐姐，哇哦，其实挺漂亮的，而且没有很丑吧。我有一个这个。直播之下，我可以。姐姐，你怎么了，姐姐？月光下倒影，过了吧你。祝我们频率，幻想未来的场景里都有你。不约而同的，卡萨阿米达，卡萨阿米达，卡萨阿米达。哒哒哒哒哒。我要把那个，我们把日光灯我秃头一样，头秃的，我把它给它打一下。
这样。哎呀，怎么办？就这样吧，秃头就秃头了。小宝贝，哎呀，我好爱他呀，特别是疫情之后，我更爱他。而且你们知道吗？真的，就是这样抱着。你知道那种安全感吗？真的就是你抱着他的瞬间，好有安全感哦！就是你感觉那种心慌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虽然他肯定很不舒服，我这样抱着他，我很强人所难，我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但是真的，真的就是那种。我问你懂不懂，你懂不懂，真的感觉你懂不懂，你可能不会懂，但是就是那种我半夜睡觉，如果我摸到床尾那坨软软的毛毛的东西，我会好哇好心安哦，你们能懂吗？特别是他这样子在我脖子这的时候说哇，仔仔，你懂吗？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你肯定没有。谢谢你，感谢你。换成人就觉得正常多了，为什么换成人就正常多了？你看，我都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但是他也能给我安全感，怎么会这样？我好卑微哦。但如果是人的话，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我就不敢跟他接近了。但是如果是猫的话，就算你不是真的喜欢我，我也……哦，你看，他真的不是真的喜欢我，你看。他在抗拒我，你看，哼，你看，我，他咬我，你在咬妈妈，他待会在我嘴巴上咬一口怎么办？你是不是刚说你要妈妈？你变大了，妈妈一口咬不下你。你刚是不是要咬妈妈？嗯，你不爱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不爱我？是不爱我？是我自作多情，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看着我眼睛？看着我眼睛，是我自作多情，对不对？是不是？你并不爱我，对不对？是不是？你一直想要自由，你知道自由是什么吗？自由是吃不饱，自由是穿不暖，自由是需要到垃圾桶里面翻垃圾吃，就是你要自由吗？自由是没有妈妈的床，没有窝，就汽车底下能够暖和。你憧憬这样的自由吗？嗯，去吧。如果你非要，去吧。妈妈也关不住你。
我们也不想关注你。去吧，去啊，去啊。去啊，去啊，你倒是，你怎么不去了？你还真去啊？啊！去吧。我累了，我接受他不爱我的事实了。布丁，想不想做一只无毛猫？有没有这个志向，布丁？有这个志向对不对？搁这看着妈妈。疲惫了，小段真的疲惫了。他的毛毛是我的安全感，不是。给我安全感的是他这只猫，不是他的猫。布丁，姐姐，好乖哦，好乖哦，你看，乖不乖？觉得布丁乖还是我乖？可是我更乖啊，你们不觉得我更乖吗？我哪里不乖啊？我很乖的，我待会可以直播做蛋糕，因为宋欣然想吃蛋糕，答应了给他做。布丁不撕嘴皮，那布丁舔屁股眼呢？这话说的。这是可以说的吗？这怎么就不可以说的呢？不能稍微委婉点啊。那布丁只是喜欢跟他的屁股眼儿亲密接触。我又不亲他嘴巴的喽。
我刚刚是想咬他，我没有亲他嘴巴呀。我只是会亲他脸一圈，我会绕开他的嘴巴子亲的。他不舔我，他从来不舔我的。他真的从来都不舔我的，我们布丁。哎呦，怎么会大哥呀？真的，布丁从来不舔我。威士忌以前还舔我，他不舔我。对啊，我肠胃太不好了，我肠胃还没有变好，我这几天都没有变好。天方精灵，算了，我这样放吧。我的天方精灵最近不太灵，你们想听什么歌耶？夜车，好呀，那我放我唱的夜车吧。不记得喝了几个，反正你不能开车，要是在这插在车上我就看着办吧。我才不愿坐在前面，不愿可是很偏，向左往右向前向后，不用看了，没人管我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是喜是我，是恋是我，却提了好几次，研究了好几个，天都快亮了，我们还没到呢。你睡得安稳吗？我必须清醒着，这道路有点黑，你睡吧，我负责。不用看了，没人管我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是喜是我，是恋是我，好浪漫呀，配着这个灯光。感觉这首歌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如果有两个人的话是很适合拥抱的，但是我只有一个人。布丁啊，布丁现在也指望不上，只能抱自己了。确定了好几次，忍受了好几个，天都快亮了，我们还没到呢。你睡得安稳吗？我必须清醒着，这道路有点黑，你睡吧，我负责。我坐在你身后，点醒着我的头，我快要睡着了，你会不会冷啊？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
小城市的故事，黑夜里最相似，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小城市的故事，黑夜里最相似。好好听哦。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可是我是小城市里面出来的小女孩，我很喜欢我的小城市。路过人间，好的呀。路过人间，我记得网络上也有一个我的唱的版本，但是我没有上传过，我不知道它怎么会有。小城市会给我安全感。嘿、意不意外的背影那么轻快。我好像上传过，是不是上传又删了？要明白天回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世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愧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好累啊，这首歌唱的。我有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也有段时间很讨厌这首歌。谢谢。醒过来，你和我，他也不会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为什么讨厌？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听这首歌的那段时间心情太难过了，然后经历的很多事情也很难过，所以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记忆会被一种香味儿、一种味道所承载，有时候记忆会因为被一首歌承载。那么当我可能再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段时间正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不好的情绪，会让我立马就能回忆到。这种回忆到不是说以画面的形式，而是以心情感受的形式去感受到，而不是说就是只是记忆片段在我脑子里一过，我像是看戏一样看他们，不是这样子，而是好像又去重新感受了一遍那样子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很讨厌这种歌，就像我以前有一种很喜欢的味道，但我现在闻不了，我现在一闻到那个味道我会很难受。但我现在对这首歌还好了，我现在对这首歌觉得很平常，因为人是会成长的。流人眼可怜，
多浪费。就是我以前就是我从北京打包过来的，哇，外面在下雨，你们有没有听到？你们有听到外面在下雨吗？因为我这个上面是一个雨棚，所以雨声会特别大。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外面在下雨，我在房间里面开着空调。就是我以前北京，打包过来的一些东西嘛，可能有一些箱子，那段时间很忙，然后加上可能心情不是很好，就一直没有整理。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再去打开那个箱子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段时间房间里面，就我现在房间里面会混了很多的香味儿，但是我以前我房里面就一种香薰味道。然后一打开，哇，就那种味道会扑鼻而来，然后就感觉一些情绪啊什么的，就完全就是人，你们知道吗？就是人就浸在里面了。然后我那包东西很久之后才去整理的，是我喜欢上香薰之后，我才意识到香味是能够承载回忆的，而且它是那种比照片啊，可能比某些物品承载回忆可能会让你更身临其境一点，因为它会给你感官的一些刺激。好，想睡的就去睡觉啊。所以我现在房间里面我会避免让它只有一种味道，我的床头是另一种味道，我在这里是另一种味道，然后我那个玄关又是一种味道，卫生间又是另一种味道，我会就是有很多的香味儿。香味不会混吗？会吧，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不冲突就好嘛，就像音乐一样，你这些音组在一起组成一个和弦，你不会特别的不和谐就好了，对吧？我推荐一下香薰，我不是那种对香味很有研究的人，我是啊好闻我就喜欢，对，所以我可能推荐不来很专业，我只是把我自己可能喜欢的推荐给大家。就像我不喜欢柑橘味，就是带点会有那种柑橘那种刺刺的味道，我不喜欢。我一般喜欢花香，玫瑰，我很喜欢玫瑰香味。对，我喜欢柔一点，我不喜欢木香。香水，香水也是吧，一般花香的话我喷的会比较多一点。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海洋调，就是带点咸味的那种香调我不喜欢。荆棘玫瑰我之前想买来着，但是太贵了，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是那种我的消费观念是那种没有必要去买太贵的东西。我用过荆棘玫瑰，我没有用过荆棘玫瑰，但是我买过那种试用装了。对，瘦青醇我觉得很好闻，而瘦青醇也很便宜。食物香，为什么会选食物香？我受不了那种很甜的那种，比如说那种有那种奶香味的，我不喜欢，我受不了那种很甜的香味，很腻。无人区玫瑰我记得我好像买了一瓶无人区玫瑰，但是不见了，还是我压根就没买，我不知道。我很多时候这种经常自己买的东西然后不知道放哪儿去了。一轮玫瑰我不知道这个香水，蔚蓝我有一段时间还挺喷的，但是我现在不咋喷，因为我有点
我觉得那个味道我没有那么的喜欢。三宅一生那个我很喜欢，那个那种瓶子的，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很长瓶的那个，那个也挺便宜的。那个是一开始有是别人送了我一瓶，就是有成员送了我一瓶，然后我第一次用那个香水，我觉得哇味道还不错，然后我之后会一直自己买，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香水。我可能用光了这个三宅一生的这个香水，可能又用光了四五瓶吧。渣男香是什么呀？因为我有段时间，我是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用这个香水，包括我在厂里面的时候也一直在用这个那个三宅一生。事后清晨挺好闻，但是事后清晨不适合喷太多了。我可能用过那么多香水，好了吗？还是得用我流量发现，如果坐在这边的话，这个我觉得很好闻。森林是什么？我有南风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认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牌子，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念，我有点老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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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berry。我对这些牌子都没有研究，我都不知道的。它是一个不，就是挺贵的牌子。对，我是今天才知道它的中文名叫做巴宝莉，我平时都不说它的。带着别人送的生日礼物好像是。可以再看一眼吗？为什么要再看一眼？我真的很节俭，它真的很好闻，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其实待会儿做蛋糕做什么？做原味的呀，因为没有香蕉，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我应该也不能算是节俭吧，因为我花钱要花挺大的，但是我是可能消费观念不一样吧。对，我觉得有必要花钱的地方我就会花的很大，都赚多少花多少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些没必要的地方我就不会花。我这种人是不会被奢侈品捆绑，也不会被房子车子捆绑的那种人。听什么歌？听雨的声音。
真实。听到请回答，好呀。听到请回答，我那天是临时学的。牧羊兵说很喜欢听这首歌。你该会画不会画，就这样受气笑啊。面对你的动态，我总是怕说错话。哦哦，因为在意，心快被烦恼压垮。这一心的叹息，你懂吗？情绪化合理化，一个人分析对话。请自己也请你，这距离太多想象不正常。如果甜蜜要勇气，不管代价，我不介意为了你而疯狂。心跳真不听话，受不了暧昧的惩罚，就让我感受吧，开心吧，信心吧，勇敢表达，我不害怕。这一次不听话，主动的给一个说法，亲爱的，真是爱，听到请回答。这是小鞠前辈的歌，听到请回答。该会画不会画，手机上啊。面对你的动态，我总是怕说错话。哦哦，因为在意，心快被烦恼压垮。这一心的叹息，你懂吗？情绪化合理化，一个人分析对话。请自己也请你，这距离太多想象不正常。如果甜蜜要勇气，不管代价，我不介意为了你而疯狂。不听话，受不了暧昧的惩罚。你干嘛？你发疯哦，乖哦。这一次不听话，给一个说法，亲爱的，这是爱，听到请回答。不听话，暧昧的惩罚，感受吧，表现吧，相信吧，勇敢表达，不害怕。不听话，给一个说法，亲爱的，这是爱，听到请回答。也爱我，听到请回答。好不好在一起，为爱情切割。谢谢，你给我下来！我刚换的被子。发现我只要一睡饱了，我就一点也不肿哎。虽然我今天喝了很多咖啡，我刚刚其实下去之前我自己泡了一杯冰美式。所以我今天等于喝了三个浓缩咖啡。我今天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心断了。但是我之前都是吃完安眠药睡的，我睡在床上就
然后就睡觉。今天晚上不吃了，今天晚上不睡就不睡吧，反正明天没事儿。今天翻完牌了呀，我也就吃两天了。不管代价，我不介意为了你而疯狂。为了你而疯狂，疯狂到什么程度啊！你不要疯狂，快点下来，仔仔，仔仔下来。妈妈今天新换的床单，仔仔，下来。妈妈手上也没吃的，但是妈妈希望你下来，宝宝，下来，求求你了。你平时不是很不爱上床吗？你不要为了我而疯狂，救命！我不是很经常吃啊，我之前就是一直睡不着觉，我都没有经常吃的呀，对吧？我这最近想要调一下作息，所以我就吃了，也没有吃很多啦。啊！有没有那种给人吃的化毛膏啊？我觉得我很需要。仔仔，仔仔，宝宝，嗯，他发疯了，他真的发疯了。宝贝啊，宝宝呀。真乖，再叫一声，再叫一声，再叫妈妈，叫妈妈就有的吃啊！叫妈妈，再叫一声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嗯，好的，真乖哦，姐姐，来，来，宝宝在妈妈身上来吃，到这来吃来。到妈妈这儿来，来，踩过来。为什么不来啊？姐姐来，别把妈妈的手机给搞到了啊！过来这边，到妈妈这儿来嘛。对对对对对对对，踩过来，踩过来，踩过来。给你们演示一下如何让猫抱自己。你过来嘛，我这又没有。我这没有刺，仔仔，你过来啊、哦！哎呦，哎呦呦！妈妈抱抱不行啊，是不是？妈妈抱抱不行啊啊！你对妈妈的怀抱有阴影是吧？如何让猫猫抱自己？看，来来吃吃！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不闹你不闹你不闹你了不闹你了来！你个小东西啊！啊啊啊！乖。你越来越不听话了，姐姐。妈妈最近没有揍你，是不是？妈妈最近对你太好了。你看，你看，他抱我了。你看，他抱我了。哎呀，我好可怜呀，就是错觉吧？你看，他抱我了。你看，你看，你看，他抱我了。来，抱抱这边，妈妈这边也需要抱抱。你看，你看，你看，哎呀，他抱我了。你看，你两个手要这样。来来来，姐姐，姐姐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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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哎呦，这这这这这。你转过来嘛，能不能面对妈妈呀？看看看，出来了出来了，宝宝，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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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它掉下来了，它掉下来了，你吃呀，
你的那个毛上有吃的，怎么样？哇！你怎么可以伸爪子呢，宝宝？为了吃的就六亲不认了。这儿，在这儿。这样的宝宝，下巴上很大一条，自己舔。帮你擦了，怕你霍霍我的床。哎呀，你这个毛不能要了，仔仔。我觉得你这个毛不能要了，你觉得呢？我们剃了吧。过来。妈妈看看啊，乖乖乖，妈妈看看。我觉得你这个毛要不了，这边你觉得呢？自己舔一舔吧，要不怎么样？是有点晕。好了。走吧，再最后给你吃一点。哎，哎，等一下，你过来，仔仔过来，他身上都有，他身上怎么会有的？仔仔过来，宝宝，宝宝，算了，不要自讨没趣了。他有段时间没洗澡了，疫情以来他就没洗过澡了。不听话。对啊，他就是这么一个脏猫。所以你们喜欢他喜欢啥呢？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对啊。惩罚，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爱我，因为他刚刚对我伸爪子了。勇敢表达，不害怕。给一种说法，你亲爱的，这是爱听到机会的。谢谢，谢谢你。不听话。几点做蛋糕？我待会儿就做蛋糕。你们想看吗？我先做吧，因为很多人不是说还是想让我教一下嘛，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先教大家，就是直播的时候。想看，不然早就睡了呀。好，那我现在就教吧，我现在就教，这样想睡觉的可以早点去睡觉。等我去拿一下我的工具啊。
别说吧，别想了，相信我。勇敢表达，不害怕。给一个说法，亲爱的，这是爱。求求了，赶紧解封吧，我的东西都要没了。请早请回答。仔仔，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不强迫的抱你，我这样对你失去兴趣。我问他有没有香蕉，如果他有香蕉可以做香蕉味，因为香蕉味的很好吃。这是一个衣服了，还好。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很冷淡。猜我做不做得到呀？我这个人冷起来是很冷的，一旦我心死了，我会很冷很冷很冷的。我现在对布丁就心死了，他要吃咖啡味的。我真的对他心死了，他刚刚真的伤到我。我将履行我对他的责任，但是我将没有那么爱他，我将不会那么爱他。你们如果有一天让我心死了，我也会这样子的。狮子座就是爱的时候轰轰烈烈，不爱的时候会狠狠的一个星座，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但是会很冷，就是会像个木头一样。我也没有要跟你们冷，我想我就是这个本来应该放两个鸡蛋的，但是因为我没有鸡蛋了，所以我就只放一个，这是最后的一个鸡蛋。下次看能不能够找别人要点鸡蛋来，一个鸡蛋，然后呢，一杯这个甜品酸奶。我昨天已经，我都做了五个蛋糕，用了五瓶这种甜品酸奶。其实用普通酸奶也可以了，只是因为甜品酸奶会甜一点。用普通酸奶的话，可能加的糖需要加的多一点，每一滴都很重要。我不能这么对你吗？那你们就要好好对我咯。小猫咪怎么了？万物中万生中皆平等，就算是小猫咪也不可能一直在我这边索取爱，而不让我觉得好受的。
对啊，咖啡其实如果是咖啡粉的话会更好，但是因为我没有咖啡粉，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浓缩咖啡，但是要加的话真的不要加太多了，不是怕它味道太重，是因为我昨天的经验就是我把这一整盒加进去之后它会有一点凝固不了，就是有点难凝固，而且你这个淀粉其实最好用玉米淀粉，两勺玉米淀粉，但是因为我没有玉米淀粉，我只有这个土豆淀粉，所以我只能用土豆淀粉。而且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你做你用土豆淀粉它本来配料是两勺嘛，但是尽量多一点，你越多你这个蛋糕凝固的越好，但是如果太多了应该也不好，不过我之前没有遇到过放太多它会怎么样的情况。嗯，没有了，剩下的淀粉只够做一次了。然后加糖，这个甜品酸奶就不要加太多糖，特别是如果你做香蕉味的时候，你放甜品酸奶然后再加太多糖就会太甜，我昨天有一次做的太甜了，这就一二三四差不多了吧，应该走开，嗯，咖啡怕太苦，再加一点点，六七八九十，哦，好了，你走开，我不理你了，我跟你说，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你以前有很多特权，是因为我喜欢你，你别搁这蹭我手机，是我粉丝，不是你粉丝，正因为是你自己粉丝了。我又没说错，我又没说错，你是布丁粉丝啊，好啊，你是布丁粉丝，那你就离开我的直播间啊，我现在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你不用爱屋及乌的。人本来就要记仇一点啊，人如果不记仇的话那岂不是会一直难过同样的事情。你们还要不要看做蛋糕了？来啦，先加一点点，因为我一直想要做一个花纹，就是用这个做一个花纹，上次没做成功，待会还想试一下看能不能成功，所以先不要加太多了，然后你就一直搅拌。这个鸡蛋自由的朋友们其实还是要尽量放两个鸡蛋，我觉得因为两个鸡蛋口感会很不一样，但是我鸡蛋不自由，这是我冰箱里最后一个鸡蛋，主要昨天用了它这个鸡蛋了。它这个淀粉啊，它会成块块，你尽量用筷子把它这个块块给搞掉。对啊，我打算跟食堂叔叔要，因为食堂最近新进来了一批鸡蛋。我有小道消息，
出我们空气炸锅的锅，然后这是我买的空气炸锅的配套的那个纸，因为这样子它就可以不用一直洗锅。然后其实我还可以再多放一点了，这个因为我觉得它的咖啡颜色没有太上去。好，然后倒进去，每一滴都很重要。倒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用你剩下的这个咖啡液，可以给它做一个花纹。看一下，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但是你要这样把它搅开，因为不搅开的话，上一次的教训就是它会有很吃着吃着就会有一坨水出来。可以把外面的白的这样搅干净了。OK， 剩下的咖啡液其实也没剩多少，就不要了。今天还是倒多咖啡液了。然后这个是昨天黄二如拿过来的葡萄干，点缀葡萄干在上面。我本来想点在上面的，但是它就没办法点在上面，那么我们就等它出炉之后再试一下吧。这个要160度，然后烤20多分钟以上，但是其实你具体烤多少分钟，你要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好了，我要放进去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了。能你做给你女朋友吃呢？卡吗？我是用的我的5G啊。好漂亮，当然漂亮了，没欠费了呀。我的额头上真的长了很多的小绒毛，你现在能看到吧？你这样应该都能看到吧？你看，这些都是小绒毛，对吧？
很神奇。其实我的绒毛都长到这儿了，我现在摸起来都有那种毛，我以后额头就这么点大。但是它干掉之后还是会有那种白色的东西，像头皮屑一样，但是它不是头皮屑，它是那个药干掉之后的样子。真的，大家以后再不用怕熬夜了，叫米洛地尔，真长出来了。我甚至我跟你说，这边脸上这里都是，救命！我可能过段时间要去脱发了。我也不知道长不长粗，让它再长长呗，长长再看看。脱毛啊，就是。我可以涂点涂这儿，因为我特别想要一个鬓角，但是我其实这儿没什么头发。我没有嫌我头发多呀，我只是嫌它的区域长得太广了。说话，呜呜，不管代价，我不介意为了你而疯狂。心跳真不听话，会有副作用吗？我的脸都很肿，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副作用。其实我最近都没有再用了，我今天才开始复用它，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没有再用，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脸肿是不是因为它。但我确实，我可能也没有停很久了，就停了可能一天两天的样子吧，就这两天吃了安眠药，就可能昏昏沉沉的就没有再用了。然后我今天脸就不肿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睡不好了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今天才开始，就洗完澡之后我就一直在用它复用。但是我听说它是有很多激素的。我涂了眉毛，我在用它的同时我就一直在涂眉毛。心跳真不听话，受不了暧昧的惩罚，对吧？今天脸不肿了对吧？我不知道我之前脸一直很肿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一直在用它。眉毛其实也有效果，我跟你说，我这儿都长了眉毛，我这儿都长了眉毛。不是瘦了，我身上胖了很多。我跟你说，我最近吃的东西很多。不知道啊，也有可能。而且我其实我上周就很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吐了然后会很浮肿。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浮肿会比较厉害，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浮肿会更厉害。我是那种超易水肿的体质。心跳真不听话、啊、像我这种人要做艺人的话其实会很辛苦，真的会很辛苦，要一直想办法让自己不那么肿，而且不能长胖，一长胖就会更胖。暧昧的惩罚，敢说别的心吧，相信吧，勇敢表达，不害怕。我要是退休了，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想吃个这个，可以不可以啊？报告，我想吃一个这个，你一定会同意的。真的听话啊！好绝。
去。你看着我干嘛？你不要看我。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打一巴掌揉三揉这种爱法。火锅，怎么回事？我这个充电线也坏了，那我没充电线，我还好。我不经常吃自热火锅，开始想抢我粉丝了。这个礼物是送给布丁的，对吧？你们放心，送给他的礼物我会把它作为粮食送给他的啊，我不会去吞下他的一分一毫。这个礼物肯定就是送给我的了，因为他现在不在了。这个礼物我是不会给他买罐头的，这个礼物我会把它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啊，刚刚我都走开了，然后只有他的时候，放心了，我是不会亏待他的了。是我的我就不会给他，是他的我就不会给我，你们放心好了。我不收手续费了。哎呀，还是要这样子的啦，谢谢，还是要这样子啦，不然的话跟我冷战的这段时间他不是得饿死呀，对吧？好好吃啊，送我都好，我知道了，谢谢谢谢。亲儿子，就不好意思，各位可能是猜错了，我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我说的都是事实啊，谢谢。我说事实呀，你知道一个人总是主动的去索取感情的时候会累的，我不能一直这样子的吧，而且他表达出来的也没有很喜欢我的样子啊，只是要吃的时候就会来我这儿，对吧？
他甚至还想咬我，刚刚你们没有看到吗？虽然我知道我跟他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让你们来定夺了对错啊，或者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不说的话，大家肯定都会觉得是我在耍性子吧。我不会抓他的爪爪了。我前几天，毕竟我前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想抓他的爪爪的时候也抓不到呢。不是我不抓他爪爪了，是我不想再被拒绝了。所以不要好像每一次搞得好像就是我辜负了人家，我放弃了人家一样。不是说一定要干嘛，只是如果我不说出口的话，就好像永远大家觉得是我对不起人家一样。不是哦，我很努力了，我才是被放弃的那一方呢。只是一个人被放弃了之后，应该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吧。你不能够一直要求我，一直被拒绝，还要要求我再去感受被拒绝吧，对吧？你不知道我们之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风凉话呢？哪有人？当你去做一些建议，你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有感受人家的感受吗？可能在你的观点里面，你只是在想希望他前进一步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在我的立场上，你是在建议我再去受一次罪。所以真的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要去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我看到那些话我会那么的生气，是因为在我的立场上看到这些话真的是你想让我再去受罪，这种感受，知道吗？不要再去建议我去抓着布丁的爪爪睡觉了，因为我抓了太多次了，我没有力气再去抓了。不抓睡得着吗？为什么人不能够习惯没有这个尾巴也能睡着的日子呢？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我要一直抓着他睡觉，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他的爪儿并不想被我抓呀。那在我的立场上来，这些人只是希望我一辈子睡不着，我要想抓他的爪爪，但是他们也接受不了我可以没有这个爪爪睡得着觉这件事情，不会觉得对我很不公平吗？当我说出我现在习惯没有他的爪爪也能睡觉了的话，我就会受到攻击。你为什么这么狠心？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人去想，当初是他不愿意让我抓着不抓抓抓睡觉的。
对啊，不会说话的人是要多受一些委屈啊。所以我现在就说嘛，所以我现在就说嘛，我没有趁机给他立人设啊，我哪里趁机给他立什么人设了？我有什么资格趁机给他立什么人设啊？他在这咬我的时候，你们没看到吗？他被我抱的时候多不情愿，你们没看到吗？这需要我来立人设吗？关于他多爱我这件事情，难道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脑补吗？我自己脑补出他多爱我，然后我就满世界炫耀，所以全天下的人都觉得他爱我，全家人都相信他爱我。那是因为我总是分享他多爱我这件事情啊，我又不会去分享我多爱他。对吧？只是因为我爱分享了，那我就是有错了。只是因为我爱分享，所以我就把自己搞了一个，好像我一直是一个接收者的位置了。但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接受的比我付出的要多，我会跟布丁道歉吗？我经常跟他道歉啊，我有时候不小心踩到说对不起对不起，宝宝不不不不不不不，我经常跟他道歉啊，为什么不跟他道歉呢？他咬我从来没有道歉，对啊，他咬我从来没有道歉。他的眼神躲闪，他会让我觉得他咬我他不是错，他会让我觉得是我误会了他咬我这件事情。他说我只是跟你玩一玩啊，谁知道你觉得你自己被咬了。对啊，他的粉丝也会这么跟我说，我们不仔只是跟你玩一玩，你不要跟他太计较了，对吧？不是我把他赶到别的房间的，是小北把他抱出去的。因为小北也想保护他，小北怕他被咬。就不推去洗广场吧，不推去洗广场吧。我的粉丝对他的广场感兴趣吗？不要给我粉丝立这种人设，我跟你说。不好意思，我粉丝只对我感兴趣了。多久了是什么意思？当然，如果布丁的粉丝硬要看我不顺眼的话，那也没办法了，那你就看不顺眼吧。我就希望我的粉丝只专注我就好了啦。
动后就要挨打。对啊，落后就要挨打。但是说实话，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还是希望，希望我能变强大就好了。但是希望，也不是说落后，哎呀，不知道怎么，就是你强大之后，你才有立场和资格去说你要不要去打这个仗，要不要去打那种不必要的仗。我不希望大家在这种事情上去进行一些无所谓的纷扰啊，或者什么样子。但是还是要变得强大。对啊，主动权是在强者手里的。双推怎么办啊？你推我跟布丁双推啊，那你就推着呗，你推着呗。你一定要在我跟他之间选一个，我不会逼人做这种选择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那么了解我这个人，但是确实我不会去逼粉丝去做一些选择了，就是什么你必须要爱我，你一定要爱我，哦，你一定要一辈子不能离开我。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自己的选择，我从来都不会逼粉丝做这种选择的。如果我没有魅力让你更喜欢我一点，如果我没有魅力让你更爱我一点，或者说如果我没有魅力让你一直陪着我，但是我也不会去用一些手段啊，或者是说一些话啊，让你觉得我去强迫你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很不擅长做这个事情，我很不擅长做这个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我很在意你们，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把我的在意表露出来，会有一种引导性的话，我会把它藏在我的心里，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在意变得廉价，就是让我的这份在意变得利益化。我会觉得他很践踏我的这份在意。就比如说，因为我那种很久没有来看我的粉丝嘛，可能就是因为自己身体要忙，或者真的是出去一段时间，或者怎么样，然后偶尔来看我的时候，可能我心里就其实还挺开心的嘛，就是觉得哦，好像还挺喜欢我的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可能我面上就不会很那个啥。然后人家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冷淡呀，就怎么一点惊讶也没有，一点惊喜也没有，怎么这么冷淡啊。其实我只是不想说，哎，不知道，就不想说让你觉得好像我有，就是我有多，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我有多，就是想绑架你回来再重新支持我一样。因为支持我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要随自己的心意。你愿意就是喜欢我，你愿意支持我，但不是说被我绑架着去做这件事情啊。怎么说着突然正经话了，刚不是在说跟布丁吗？刚不是在说跟段心妍之间的事情吗？
对啊，蛋糕肯定很没有好。如果我表达在意的话，有些粉丝就会觉得我真的不在意，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起经历的时间也很长啊，对不对？我觉得一起经历的时间那么长里面，真的觉得我不在意吗？如果真的觉得我不在意的话，那可能是你真的你想这么觉得吧，或者是说忘掉了吧。我不觉得我要需要时刻去表达这个东西来绑住大家。我不会天天对我妈妈说我爱你啊什么之类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妈妈肯定知道我很爱她。父母不一样，那就是爱，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样。而且我又不是一点也不表达吧，我平时其实偶尔还是会打开心扉的呀。爱我不累的吗？爱我挺累的吧。放一点点这个，哎，我把葡萄干儿加一下。你看着我干嘛呀？哎呀，完了，他真的好委屈的看着我，那边人装委屈了。听懂了呀？大家不会真的听懂了吧？没办法啊，妈妈现在就是这么小气鬼。我感觉他真的听懂了，他看着我的眼神好可怜哦。你现在搁这装可怜，你怎么不想想自己干过什么？我现在是扭咕噜段奕宏，我不会被你的这个装可怜的样子所收买。我毕竟也不是什么真的圣母，我现在可不是圣母玛利亚。好了，没有爱他，不要搁这瞎说。你还爱他，你还爱他，你还爱他这种话。
我要真的还爱他怎么办呢？我要真的还爱他，你跟我俩买房吗？我要真的不爱他了呢？你跟我俩一人买一套房吗？我要真的爱他，你跟我俩买一套房让我们俩一起住吗？我要是不爱他了，你跟我俩一人买一套房让我们俩分开住吗？没这个家庭条件就不要乱说话啊、哦！现在哦，有时候说话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啊、哦。不听话，爱你的手法，哒啦滴哒哒啦啦啦啦，勇敢表达，不害怕，不听话。的说法，亲爱的，这是爱听到请回答。哦，已经过去了，昨天是420。对，我想了想，我为什么会做梦，梦见我们在悠唐大厅，然后一堆人堵着说我们是骗子，然后我们就一直就是躲着去进那个地方呢？肯定是我醒了那一下，然后发现很多人都在刷这个“祝您快乐”什么什么什么的，对。是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梦，但是我没有发微博什么，因为我去年发了一个微博，然后今年发微博。我说说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但是我朋友圈只有429那天的朋友圈，420那天可能没有发朋友圈，因为，为什么不该祝贺我？该祝贺的事情是一样，因为这也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日子。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日子离得太近了，对于我来说，可能更有意义的是429那天，因为420那天只是发了一个，就参加了一个发布会而已。420对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会比较有意义一点，因为很多小朋友是在那一天出道的。在那一天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可能对于我来说429那天的意义会更大一点，因为是阔别了舞台之后再一次去面对了观众。对，其实当时那个发布会肯定是心里也有涟漪的吧，因为那个时候是从 SNH 的成员变成 BEJ 的成员嘛，对吧？然后就是很多媒体，哇，我们曾经好酷呀，很多媒体来采访，就向大家介绍这个团体，但正儿八经用表演去介绍自己这个身份和这个团体的时候是429，对吧？那会儿真的很酷，手都要拿不下了，那些媒体的那种那个牌子啊什么之类的。很多人是因为429那天之后喜欢我的，其实429之前我都觉得完了，我可能要没粉丝了，因为很多人，其实你换了一个地方待，很多人会没有那么愿意再去很累的去追随你们，我觉得啊。而那会儿在429之前，其实外界有很多我不好的传言，我记得我说过，对，我那会儿就觉得我可能要没有粉丝了，对，就是重新开始嘛。但是很多人都说是从429那天之后喜欢上我的，所以你看，舞台是可以让你去拥有很多东西的。我记得429，可以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但是我截图在我现在直播这个手机上面。我们那会儿的 staff 很严格，我们那会儿 staff 真的很严格，就是动不动就会被训，肯定他们是想让我们成为更加专业的人吧。哦，这个立马就分享过来了，他们想让我们成为更加专业的人吧，所以就会被训。然后我对舞台可能会有一种，就我在台上我会很活泼，特别是看到观众之后我会很活泼，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包括 MC 啊也好，就是舞台表演也好，它不是一板一眼的，它一定是有生命的。然后当时在首演结束过后，其实我被训了，在429的首演结束过后，我被训得很惨，大概就是说。可能就是没有章法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具体也给忘了，就是说反正就是我被训了。然后我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其实已经是430了，那一天我发朋友圈，我说只是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会犯错，也会失误，也会有不懂事，也会有不开心，但是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像昨天那么好的状态了，我也很久没有这样子喜欢过自己了。这是我那天发的朋友圈，其实我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在抗议，因为我当时刚挨过骂，我就发这个朋友圈，我想发给骂我的那个 staff 看。而可能你觉得很多东西不妥，但是我很喜欢当时的我，就我觉得比起一板一眼，我更喜欢有生命力的舞台，我也更喜欢给大家展示有生命力的我。不是因为太活泼了吧，我不知道，我忘记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我当时我首演完了之后我真的很开心，但是结果后面就被训，就是那个落差其实挺大的，而且我其实并不认同他训我的那些话，但是我又很乖，我不会去反抗他，我不会去什么，我只会可能会有不服气的盯着他。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骂我也是，我可能不敢反抗，但是我会不服气的这样盯着他，就是眼里噙着泪珠，就是这样盯着他。就是被揍也是，就是很不服气，但是绝不会跟他说我错了，也不反抗，但是就是噙着泪花这样盯着他，让他良心受不安这样子。但我出来我就发这样一个朋友圈，然后发这样朋友圈，我又没有让别人知道我在说他或者怎么样，我就是我不会让别人难堪，就是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我在说他的不是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肯定自己看到之后他会知道我其实在表达。我配的这张图我之前也发过，但是现在就不发了吧。嘿嘿，如果你们想看看的话也可以。我之后发过的，我记得。我为什么刚刚说就不发了吧？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很多愿望和很多说的话并没有实现。对。但是我会觉得。一件事情变成这样，一个地方变成这样，是有很多原因的，
是有很多你们也没有办法左右，我也没有办法左右的原因的。我以前很不能理解，很不能接受的时候，一直会自己跟自己梗劲，但是我绝对没有办法像外界一样去责备我自己，说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子的，不可能的。而且在后面慢慢的，因为我们其实知道的很少，但我们肯定会知道比你们多一点。而且到后面慢慢的、慢慢的知道了，就是从人们嘴巴里面去听说了更多的一些事情之后，即使你也不能理解，你也不能，就是你也不，就是你再怎么不能理解，你情感上也很能接受，但是在逻辑上，你好像慢慢的只能去。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这好像是理解事情变成一个样子是有它的原因在的，就是理解这样子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知道的很多事情肯定是不能跟你们说的，对，理性上必须要去接受，感性上肯定是接受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是我曾付出过的青春吧，对吧？是我那段时间全部的心血吧，毕竟连学都没有怎么好好上呢。所以其实我去年发那个微博，我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说我记住这些日子，你们帮我好好记住当时我的样子，是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的我是去想到那些回忆都会很痛苦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理性的去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可那个时候就比较想逃避吧，所以就可能有点贪心，就想让大家去，因为是我总是我嘛，就是我以前的样子也好，我现在的样子也好，我不希望人们把它从这个世界上忘掉，也不希望我自己去把它从这个世界忘掉。可那个时候我稍微太痛苦了，就是想稍微逃避一下，让大家去帮我记住一下。等到我可以理性化的时候，我再去从大家手上去把这份回忆接过来，就不至于让他好像说如果我逃避了一下他就不复存在了，就是这种关系。我现在挺强大的，我觉得我现在挺强大的，我现在没有那么的像小孩子一样，我以前真的很小孩子。对啊，还要更强大，我们还要更强大，我也要更强的。我觉得就之前不是说哎呦会来找我的时候会说嘛，就是你现在状态不错，虽然我可能会觉得啊我状态有比以前好吗，会这种话，但是我现在有点理解他说的那个话意思，可能是
现在的我应该在心理状态上很少去让大家有一个担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了，对吧？虽然说好像让大家就是，如果我让大家心疼的话，会不会大家会更爱我一点？就是人们不是老是说嘛，就是好像被心疼的话会接受到更多的爱。但是我觉得大家一直心疼我的话会很疲惫吧，会很疲惫吧。而且也不想就是说有一种那样子的，就把情感作为一种叫什么来着，对，不开心还是要说。我以前其实也没有经常说我不开心吧，对吧？我以前也没有经常说我不开心，可能大家就是从状态上感受出来了。那现在我也没有经常说我不开心，大家从我状态上感受出来是状态比以前好多了，那就说明我真的可能没有那么不开心了，对吧？我现在是一个，可能这种也不太好，但是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容易逃避坏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我不会去想，有一些问题想不通的，想通了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想通了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我意识到想通了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那我就不想，不也挺好的吗？是吧？人啊，有时候没有必要活得太明白。活得太明白，可能就连怎么活着也不知道了。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可能就不是说把所有问题都想得太明白吧。等一下让它在里面再那个温度再就是叫什么闷一下。我觉得如果我想得太明白的话，就是我如果我非要去把一件事情，不管是一个命题也好，不管是一个问题也好，是反正就是这些东西，我如果太明白的去想的话，我人生的最后我想不明白我也会很痛苦，我想明白了说不定我也会很痛苦。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经验吧，我分享给大家。
敏感，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啊，但是我会尽量让我自己的敏感不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的本事，是我觉得是我的优点。敏感会很累，那没办法啊，你出生的时候，你投胎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性格，那你就注定要受这种罪啊。有些罪过是你生下来就必须要去受的，我反正现在是这么想的。而且敏感的人也很幸福啊，敏感的人会有很多很多别人没有的情绪，我觉得有些时候情绪是宝藏了。我也是那种假装豁达的那种类型，因为你就是你在外的一个形象不是豁达的那种的话，你会很容易给别人负担。我特别怕别人负担。所以我除了开玩笑或者除了那种就是那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尽量不会让别人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自己在被亏待这种感觉。我会假装我也不在意，没关系，所以你想这样就这样。就尽量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有在受伤吧。而且我始终觉得当你选，就是你自己受不受伤这件事情是自己选择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让自己受伤的，就是有的时候是你可能人家并没有想要伤害你，是你赋予了他这个能力，或者是说就其实你没有那么去 care 一个人的时候，他做的一切东西都不能伤害你，但是可能他还是在做的一样的事情，只是你自己 care 之后这人就变得伤害了你，就是有些时候其实是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从初中开始，我一直奉劝自己的一句话是，永远不要因为别人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受伤。就是人家没有给你呵护啊，人家忘记对你好啦，人家没有给你情感上的回应啊，你觉得受伤，那是你自己的原因。你那不是人家的错，除非人家真的伤害你，人家做了什么对你有实质性伤害的事情，伤害到了你，那你可以怪罪人家。但是我给了别人呵护，也是我选择性的给别人呵护了。我给别人呵护之前，我也没有跟他签一个对赌，就是也不是对赌，就是我没有跟别人签一个协议。我给你这些呵护，我希望你也能给我同样的呵护。我没有去这样子做，那人家如果没有给我这种承诺的话，他没有做这种事情，其实。如果我还因为这样子受到伤害的话，可能是我自己奢求太多了。而且有很多，其实有很多粉丝会给我发一些翻牌，就是说啊不开心啊什么，为什么不开心，但是因为跟朋友一起不开心，怎么不开心。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话就是，我说尽量学会在自己身上去找满足感，尽量，对，就是尽量在自己身上去找自我满足感，尽量让自己能够满足自己，尽量让自己能够让自己快乐。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更少的去因为说你的期待落空，或者是说怎么样去感到受伤。
我反正现在是这么想的了。可能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很热烈的吧，但是慢慢慢慢的，我觉得人还是要学会从情绪上保护自己。我的自我满足来自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就想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吧。如果我有能力了之后，我会对自己自我满足的地方会更多一点吧。所以我其实有一点很抗拒一些人经常对我的一些所谓建议，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一点，你为什么不更多一点，你为什么不更勇敢一点，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一点。你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那些事情，你没有，毕竟idol 的这种真人秀又不是像是真的正儿八经拍电影，让把我自己时间地点人物我的那些经历全部都摊出来给你看，对吧？可能一句话在你眼里是这有什么难的呀，但是如果真的像电影一样在你面前反复播放了之后，可能你就会去理解。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就算是电视剧里面的反派，也有那种把他是怎么变成反派的内容拍出来之后，就很多人也会去心疼他呀，对不对？也会去好像能理解，好像去心疼他。但是你没有去参与他前，你没有去看他前面的那一段之后，你也会觉得哦，这个人怎么这样，对吧？虽然我也不是反派了，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且其实说实话吧，好像一直会说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会放在想要被理解这件事情上，但其实人还是渴望被理解的。就算是全天下人都在误解你，全天下人哪怕是爱自己的人都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时候，是会难过的。是不是说的问题有点太过于深沉了？其实我说实话啊，算了不说，这以后再说。情人节不行啊，以后再说了。因为我觉得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还会相处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不用那么着急。忘了就忘了呀，谢谢。如果我们忘了的话，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相处，让我有新的感触，或者是说再有这样子的感触。我觉得只要不是把离别定在计划里面的话，有些东西是不用一定要急着去做的。如果有一天，我其实是一个拖延症，我真的是一个拖延症。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觉得我好像再去很着急的完成一些之前说好的事情或者怎么样的话，那可能就有点危险了。我没有在吓你们哦，不要觉得不开心啊。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但你们看，我不是一直拖延着呢吗？对吧？谢谢。因为我想到，就是我以前可能有那种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可能觉得因为一些事情，可能就是我没有恐吓你们了，就是那种我死之前我要把债先还完那种感觉，你们能懂吗？没有说我要死的意思啊，我先呸，虽然很多东西其实也不是债了，我呸啊，摸着木头呸了，但只是打个比喻而已。不要想哭，有什么想哭的呀？又没有说什么。哎呀，你们这样我以后都不敢说话了。我只是在为我的拖延症找一个看似浪漫的借口了吧？行了吧？好吧，这样理解可以了吧？那朋友什么蛋糕可能好了吧，但是他待会儿过来。刚刚要说什么？没有，刚只是想要打比方而已了。那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比方，所以就刚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我来看一下蛋糕好了吗？哇，好绝呀，这个蛋糕！是不是很绝？是不是很绝？爱了吧？我是个有求必应的人，谁让我给他做什么，我都一定会做的，对吧？有这样的朋友真好，羡慕。
我们是朋友啊，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们做蛋糕了，不现实。冷餐那要我提前做好吧，我一般准备生日会生日公演的时候还提前几天给你们做蛋糕，你们于心的安慰。你干嘛这样看着我，你在后悔，你在想让我良心受到谴责？不好意思，不会的，是你自己先放弃我的，你不要看着我，我现在没有那么好对付，我跟你说，你不要看着我。对自己不好的人凶是一个缺点吗？我不觉得。好绝啊！我觉得我做蛋糕真的是越来越绝了。如果有蛋糕粉就好，我要蛋糕粉的话，能够做正常的那种蛋糕，不是用酸奶蛋糕，就是那种很蓬的那种凝固的那种蛋糕。进。看完了，哎，你去那个拿一下两个勺呗。在哪里啊？又开冷空调了。对。在哪里两个勺？嗯，在那个洗衣机的对面，在那个架子上。我还在直播啊。我还在直播，看，我把我的菜拿过来，能不能放那？扔垃圾。你在看什么？雨君初相识啊？啊。你看你们爸爸，我也在看我最近。我没有仔细在看，就是我就是插着看的。可以。嗯，我之前看着别人看了两集。我看你怎么只拿自己的勺啊？就一个了。哪就一个？不可能。就一个。不可能，我不相信。真的？我不相信。没事，那你吃吧。我用筷子。我这有筷子吗？真的只有一个勺了。没事。不是不给你的。真的只有。没事，我这有个筷子。哦。就用这个勺吃呗。你吃吗？你不吃。我吃。没事。可能是他们拿走了。对啊，可能他们拿走了。哎，你这样做舒服吧？你可以，可以，可以。哇，这个蛋糕做的太好了，姐妹们，真的，我真的，我跟你们说，这个淀粉就是要多放，这个淀粉越多放它越凝固，真的，这个淀粉放的越多它越凝固。长一。你受不了了，我要。我不喜欢长一把它关着。是的，没有你不写，这人家就这么写。太烫了。根本不烫。太盖块了。绝了。上面是什么东西？葡萄干。你放的？嗯，但这葡萄干有点太焦了。好吃吧？嗯，好吃。咖啡？你是放的咖啡吗？浓缩咖啡。真的没事。不是，是开一个新的浓缩咖啡。让我知道。嗯，好吃。太好吃了。哇，真的淀粉要多放，我今天就是总结到了，放的成功了。对，今天是淀粉放了很多。
酸酸的是什么？酸奶啊。哦，酸奶。如果有一个人说爱你还把你关着，你会爱他吗？嗯，前提是他把你关着，但是那时候你已经爱上他了，你已经爱上他了，但是他把你关着，你还会继续爱他吗？嗯，要看哪种吧。什么叫关着？他不就是把他关着吗？关在房间里吗？对啊，不让他出去。但是对他很好，把他关着，但是对他很好。看着我，到底怎么了？跟我说。晚上午夜。午夜怎么了？对啊，比如我把布丁关着，但我对他很好。顾明，长义和云和长青，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哎，闹洞房这事儿是不是应该补上？三月，我们去找云禾，他出事了。露露，你床单洗完了吗？洗完了。那么快？嗯，晾在那个阳台去。免得你们到时间。我洗了过。啊？你没有用洗衣机啊？最后。嗯。用那个小洗了一下，然后最后用我用手在冲浴缸里面。已经结尾了，你在看结局了？看四十集了，还有两集就大结局了，还没出。我去找你了。嗯。怎么就睡到一个床上去了？结婚了呀，扔到房里呀。幸福之夜，我只想跟自己的妻子在。他不舒服是吧？嗯，怎么两个人一他快死了，两个人一个接一个快死。对啊，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快死。唉，东方花烛夜，暂时要你我二人在一起才是。他们俩不是早就一起睡了吗？没有，不是在万花谷就一起睡了。但是一起睡了，但是只是一起睡而已。但是他们认识了，他们现在也只是一起睡而已。但他们昨天晚上就是。和我的外貌很像，这是我唯一遗憾的一件事。如果你没失去外貌，会不会一切就不同了？我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哎，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快色就不能好好过日子？这也是很完整。别的也是一对对都要死。啊，一对对都要死啊！小蝴蝶要死啊！嗯，小蝴蝶要死。小蝴蝶为什么死啊？好像为了救那个昆明吧。长翼的寒霜来了。长翼为什么会有寒霜？他又不是花鬼。因为他之前什么，他为了救云禾，他什么用心头铸剑，心头绪本来就是什么被反噬了，就是也是死。啊，就是这种。不过就真正死，可能会活着之后，知道？别睡了，都要死了还睡呢，你会死很久的。现在睁开眼睛吧。明天，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嗯。都更新完了吗？没有，还有两集没更呢，没出来呢。好，那你转过身去，闭上。为什么呀？最后的都不让人家看看你。听完了歌，你就困了，好不好？好吃啊。好，好吃吧？嗯，好吃。那就唱十方珍珠，你给我唱的那个。我受不了这种剧，一个接一个快死掉。咋给你唱了歌还有 BGM 呢？好悲壮的 BGM 啊！天哪，我好喜欢这种水的这种。嗯
这明明就是录音棚录出来的。他们神仙界也喜欢唱这种流行歌。嗯。赶紧抱在一起吧，都要死了，还分那么开呢，睡的。我吃了的。我觉得这个有点苦，下我就是为了好看一点，我就把它插在这儿。下次还是不要这样了，还是放到里面。为什么神仙也怕死啊？神仙也会死。哎呀，趁他还有温度的时候，赶紧抱着他吧。到时候只能抱着冷冰冰的了。好漂亮。嗯，很难受吗？手上结冰了。张一，我困，我想睡。张一，这晚还没好，谢谢。烧个火吧。是抱着就不冷了吗？我的天哪，赶紧抱着他，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两集肯定会活过来，不然两集演啥呀？对啊，没啦。没了，要下周了。这个是我不追剧的。我觉得他也好可怜啊，他真的很可怜。我觉得林浩卿真的很可怜。自古男二是用来让观众心疼的。但他一点都不坏。男一有女主心疼，男二有观众心疼。这是后面的吗？嗯，这叫个北院，本宫都不会留下一个活口。求我呀！求我呀！本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他好爱他，顺泽好爱他，顺泽一辈子就想让他娶回来。回来了。你看我说了没死吧，死了之后还演什么呀？他们都是有复活甲的人，他们不会真的。主角是死不掉的，对的，可以活无数次。看你们啊，这个是局，他把他的灵丹捏碎了。
林浩清不要死哦，不要不要让林浩清死掉，那太可怜了吧，不要。那这不是去剧透完了，剧透一小部分。好漂亮啊，我要要你。哎呀好可怜，他也是很，他也是个可怜人。又死，我是不会看的。这结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肯定是和对吧？结局，你先死，你死完了我再死。我复活了，然后你死，你好不容易复活了，然后我再死，啊、我好不容易复活，然后你再死。不然没法拍不下去，不然就合的话怎么拍、啊？可以不用拍那么多集了，其实。但是必须得。你们看看吧，其实这个剧很好看的。嗯，确实好。那我们两个都吃完。好吃吧？嗯，你除其实香蕉的更好吃，香蕉很甜的是吧？香蕉、不是香蕉跟蛋糕就很配，但那样感觉没有人有香蕉了，都吃完了，啊、香蕉放不久。我是 B 一爱好者，但是我觉得同一种 B 一方式反复太多了，会有一点心累。我也喜欢看甜的。但是说实话，常毅关着他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最喜欢看，我就喜欢看这种。那我就喜欢看对这种。我这就喜欢看这种，就是我比较恨的爱，然后那种还有那种重逢的那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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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打败了恨，就是那种感觉，我痛苦挣扎着那种感觉。他说我们好变态啊，哈哈。对啊，就很虐啊，就不是那种天人永隔的那种虐。我才不变态呢，就是我们才不变态。就是那种，就是常毅知道他喜欢自由，但是如果他放他走的话，嗯，没很没，那就他就不会再拥有他了。就是其实爱是有自私那一面，但最后也是常毅要放他走了，但是因为常毅要死了嘛，他知道自己陪不了他嘛。云和他还是回来找了常毅，他还是选择了常毅。那是，云和要离开他也是因为知道自己要死了，嗯，他不想让他难受啊，对吧？云和又不是真的想离开他，但是常毅就以为云和真的离开他，所以他就觉得你宁愿死也不愿意留在我身边是吗？嗯，对。我最喜欢看这个了。哎呀，我们群里要团椰汁和橙汁了，真的？嗯，我看他们在接炉呢。是你们群吗？还是大家的群？大群，大家群。大伟要团什么呢？不是，你为什么不一？我想团一个橙汁吧。橙汁很好喝吗？尝尝，这个。尝尝你拿来的这个橙汁。他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维生素 C。 对、啊、觉得我的生命挺真有一种受到满足的感觉。我还接个龙，但他这个一箱有36瓶。我们两个团一箱，对，咱们团一箱吧。你要橙汁还是椰汁？椰汁吧，怎么样？行，
我写了啊。嗯，两个。因为它这个保质期就21天。哦，对。对，所以你团一整箱。那个也是吗？那个咖啡也是吗？咖啡不是吧？就只有这个，这个橙汁一直都是。嗯。Oh my god！一天一瓶呀，一天一瓶，感觉其实也是，就是。在经历这样的日子之前，我并没有那么喜欢喝这种东西。对啊，就对吧？嗯，就是不会，可能不太对。就是其实这种东西并不是必需品，但是就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不买一点，你会觉得你看着我干嘛？你看布丁，看布丁在哪儿？我都没看到。啊，上床是第二边。嗯。哒哒哒。都是一人一整箱呀，大家可能对自己充满信心吧。他现在还在我床上呢。外面没下雨了，外面已经停雨了，雨已经停了。现在下雨了，你不知道吧？就是你们那边听不到雨声，因为你们有个走廊。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吧，怎么样？晚安，晚安，晚安，下次再直播啊，拜拜。